三重天台影城为了回馈地方，时常举办免费的电影特映会。除了透过脸书抽奖，这次更配合了电影题材，邀请到了新北市众多的体育协会与学校体育社团一同共襄盛举。天台影城举办飞跃奇迹电影特映会，这次除了同样透过 FB 抽奖赠票，另外还邀请到三重芦洲八里在地的体育社团一起来免费欣赏。天台影城每一次举办特映会，我们都会做 FB 的抽奖赠票活动，那回馈给我们三重在地爱看电影的粉丝。那我们这次也特别配合电影的主题，邀请到众多新北市的体育协会，还有一些学校的体育社团一起来看这部电影。能够有这个机会来看这个关系到运动这一块，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兴啦，很难得啦，因为体育的电影很少，对，所以当时他打来的时候，我们都有点疑惑，那有这么厚康吗？对啊，所以真的要是能够让体育人能够了解运动员的辛苦，他背后的辛苦，还有他的成就，这真的很棒。这次特映会的电影《飞跃奇迹》是一部改编自英国跳台滑雪运动员的真实故事，内容非常励志又热血。这部电影主要的内容是在讲英国就是史上最知名的跳台体育运动员，那他以飞鹰艾迪的称号广为大众熟悉。内容主要是讲述他在对于跳台滑雪这个运动永不放弃的运动家精神，然后也顺便赞扬人类在面对极大的挑战还有渺茫的成功几率下仍然不放弃的运动家精神。飞跃奇迹将在4月8号正式上映，错过这次特映会的观众朋友，届时可以到天台影城购票欣赏这部励志的精彩电影。记者蔡正贤的美会三重采访报道。